新时代的这个女性的定位看似特别 open， 但是情感上还没有放开，你的家庭依然会觉得女性你应该回到家庭，但是我妈妈会给我说，你去外面工作吧，你去做你喜欢的吧。六年我参与的案子有500多起吧，诉讼律师才会有做律师的这种快感。我们参与进去帮忙最多的是这个农民工工资的这个问题，基层的这个调解员更多的是女性工作者。德籍律师真的用心在去做公益，我办的不是案子，是每一个人的人生。如果我的母亲希望我回家，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每个人只能一生走一条路，那去勇敢地去做自己，往前走，不要往后看。